条救兵，不管他们有多少人，统统给我消灭掉。决战时刻到了，全员开足火力消灭这些臭虫。是。大家冲啊，冲啊！士气高昂啊！不愧是训练有素的特勤队精锐。哈哈，我感觉自己的战斗之魂已经燃烧起来了。伙伴们，我们上！变形联盟全力出击！长官，再这样下去，可能虫族会被歼灭的。如果变形联盟捉住了虫王，我们就很难引出普奇威了。我们现在下去阻止他们继续胡闹。强袭普利士，你们不可以再闹了，马上撤离虫巢区域。你以为只有你们有增援？我们也有浩肯星战士支援啊！吸星普尔达，给我好好教训一下他们！你这没用的家伙还不够丢人吗？我随后再跟你们虫族慢慢算账。可是你没有听到吗？现在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，一边去吧。岂有此理，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一会儿待你们两败俱伤后，我再好好教训你们。强袭普利士，你们到此为止了，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。强袭普利士，看来你这个哥哥是帮虫族的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你只是一个浩肯星的叛徒，没有资格质问我。看来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身份了。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浩肯星人，但是浩肯星为了自己的发展而不顾其他星球的利益，这不公平。我只知道维护浩肯星的利益是我的责任，其他星球生物的死活与我无关。你既然是一个浩肯星人，为什么要为地球人背叛我们？地球人热爱和平，与我们也并没有冲突啊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。但我是你的哥哥，你是非不分，早就不是我以前的哥哥了。吸星普尔达，你就跟普奇威一样，冥顽不灵。说到大义灭亲，连父亲和弟弟都下得了手呢，我只服吸星普尔达。刚才我们能量消耗过大，强袭普利士现在很危险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帮忙。先过了我们这一关再说。你们快去，无论是什么人统统消灭掉。强袭普利士，快投降吧，免得吃更多苦头。哼，从小到大我都是不轻易放弃的。
星普利师。为什么你和普希威都要让我为难？你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？是他叫我要忠心服从命令的，但他自己却背信弃义。难道你真的相信爸爸是叛徒？爸爸教我们一定要维护和平，坚守正义，你都忘了？浩肯星为了扩大势力，对付其他物种，滥用基因石的力量，我和你都是受害者，你忘了？西星普尔达，你这个混蛋！你竟然主强凌弱！哎，歼灭者，践踏，停手！他们已经没有能量，我快把他们抓住了。让我！你没听到我的命令吗？你再不停手，我第一个击倒的就是你。你竟然敢违抗威登大人的命令，我一定会报告给威登大人的。见他，我们先去捉拿普奇威，再跟他们算账。是长官。强袭普利士，我今天暂且放过你们，等我找到普奇威问清楚所有事情，一定会再来找你们的。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，爸爸？没想到普尔达就这样退缩了，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好应对，我还是赶快通知大王逃跑为妙。补给小队，赶快给变形联盟补充能量，其他部队继续清除虫族余兵。哥哥，强袭普利师，你一定要振作，普尔达以后一定会知道你和你爸爸的苦衷的。对呀，强袭普利师，知道真相以后，普尔达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如果普尔达还那么顽固，我跟你一起收拾他。喂，别说那么多了。哎，那只大苍蝇去哪儿了？他应该是趁人不注意时溜走了。不能让他逃跑了，捉到他说不定就能找到虫王，到时候就可以找到海洋博士了。我们补充一半能量就马上出发，绝不能让他跑掉。变形联盟，这里就交给我们吧，你们一定要把虫王捉住哦。鬼鹰逃进去了，我们赶紧追。快来人呐，敌人在这儿。看来你的手下跟你一样胆小。我看他只是个光棍司令，根本就没什么手下。这里是虫巢，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大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打不过就找家长，你好幼稚啊，连我都不会这样。你
你们！你全体戒备，他要出手了！胆小鬼，站住！你跑什么？站住！算了，这里地形复杂，让他躲起来了。这是我见过逃跑速度最快的虫兽。我们分头找他吧。我们对虫巢里的情况并不熟悉，分头行动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但是这个鬼蝇那么怂，连我都不怕他。鬼蝇的实力倒不是什么威胁，我们是要捉到他，希望从他口中说出虫王藏身的地点。好，那大家注意安全，谁发现了他立刻通知其他人。又追上了。还想往哪里跑？只要你放我走，我可以帮你避开虫王，拿到虫族收集的能源。你等着，到时候大王一定让你好看。海城说的没错，你真怂。什么？是你们逼我的！糟糕，原来他，你这是你自讨苦吃。超能神狙手，你那边怎么了？你要坚持住。人情了，又送来一个，我要把你们一起解决掉。想不到正派也喜欢搞偷袭，不跟你们玩了。烈风暴长臂，别追！你们怎么了？鬼蝇用的是毒液攻击，这些粘液会分解我们体内的能量。超能神击手的能量已经被大量分解，连巨能霹雳炮的能量也在不断下降，已流失了一半。我还行，超能神击手受的伤比我严重多了。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消灭他。是我太轻敌了，他
毕竟是 A 级虫兽，实力不比狂甲弱，只是天生胆小。我们既然可以打赢狂甲，他也不过是……你别再说了，超能神级兽他。他怎么回事？怎么恶化得这么快？我们先离开虫巢。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超能神级兽的情况拖不得，我们先带他出去找特勤队治疗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你们以为这么轻易就能离开？让我将你们一个个击倒，挑个软柿子，就你了。你你烈风暴长臂巨能霹雳炮行动。是你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打中我吗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看我的超速裁决。右，这是左，偏了。这反应太快了，不可能。雷鸣火轮，他好像可以预判攻击。算你有点见识，可惜还是太迟了。让我宇宙第一拍扁你这只苍蝇，创世重击。别急，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保证你们会玩得尽兴的。不要追了，我刚搜集到鬼营的新数据，你追不上的。超能蛇击手，它第二形态的飞行速度很快，仅次于虎甲兽，反应能力却是虎甲兽的十倍。我把数据传给了海城。鬼鹰还有全方位视觉，敏锐的环境探测能力，所以巨能霹雳炮说的没错，它确实可以预判你们的攻击。它的机体性能比狂甲还要完美，我应该可以早点发现。我太轻敌了。超能神击手，你的能量快耗尽了，机体性能指数在下降。先别说了，好好休息。海城，分析敌人作战数据的重任交给你了，你要找到他的弱点，带大家离开这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做到。